哎，怎么不逃命啊？哼，命由天定。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跟你说过，你现在把银元还回去还来得及。嘿嘿，龙爷要是不听你的呢？那我就说了，被下棺材。弟兄们，给我往死里打，出了人命我扛着。又是你，你怎么称呼？我叫豆壳。我知道你就是那个烧了九春宴的豆壳。你看见布窝的罩子了？其实你过卡子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。一直跟着我，给你钱，再喝一口吧。你怎么样？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大家都有份儿啊。这，大家都有份儿，一个人一碗啊。这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排好队。别急，别急，排好。嗯。哎，我说店家，近处有没有卖吃的小摊儿啊？啊，已经有300天没下过雨了，哪还有卖吃的？要不你来碗粥？你说什么呢？谁喝你的破粥啊？真是的！哼，那你就趁早给自己买挂纸钱吧。一挂够吗？买两挂也行，省得让活着的人再给你烧钱。你知道怎么把死尸赶回故乡吗？不就是敲着面狗叫锣，领着死尸往家赶吗？如果死尸要是活了呢？那这个人就不是跳跳爷了。你，鬼手，鬼手，真是你啊！你总是这样神出鬼没的，你早晚得把我吓死。哎，我说刚才说话那个男的是谁呀？啊，我。你怎么可能是个男的在说话啊？就是我。你算了吧，你怎么可能是你呢？我你不知道吧？你只知道我的名字叫鬼手，可是你不知道我鬼手还有一个名字。什么名字？鬼猴。鬼猴？要是我只有一双鬼手而没有一副鬼猴，那我还能做成二鬼拍门的事儿吗？二鬼拍门？咱们干的找汗血马这行当，不就是二鬼拍门的行当吗？什么？你说你找的汗？你说你找到汗血宝马的下落了？找是找到了一样东西，可找的不是一匹宝马，而是一把豆壳。一把豆壳？嗯。什么意思？豆壳，你过来认认跳跳爷。
有他。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怎么又想骗人了？我就知道你们有税。想骗谁呀？你看上那个人了？他碰了你的手？这不关你的事儿。你告诉他，现在有两条路，要么现在就走，要么我就把他骗成一盆鱼鳞。哼，要是我不答应呢？那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嗯，地狱。跳跳爷，鬼手你呀，怎么不走了？嗯，你要上哪儿？办马大帅的事儿。我把它交给你了，你给我看紧点儿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。嗯嗯，喜欢木偶马吗？喜欢。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徒弟了。好啊，另外我还要拜跳跳爷为师。你跟跳跳爷学什么？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想跟跳跳爷学刀工吧。站住！你不能走，你不是还要跟我学刀工吗？嗯，走啊，跟我学去。哎，你说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对吗？你要是从这边飞的，走这条路就应该能上大路了。哎，把你的羊皮地图拿出来，看看这条路通往哪儿。啊，鱼鱼。
这前面应该是五马镇了。五马镇？对。怎么了？我听青岩说过，五马镇是必经之路。那走吧。哎，你看，那不是鬼手吗？鬼手，我在这儿。哎，张信竹。你没听说过，女人用水的时候，男人都得避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以前在宫里也是这样的吗？我在宫里没见过女人用水。赵世卓，我问你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你说，做了太监以后，是不是真的就不能娶老婆了？真的不能娶了。那如果有个女人不信邪，非要做太监老婆呢？这世界上没有那样的女人。我是说如果真的有呢？要有啊，那这个女人她就是。就是什么？疯女人。哎，那你看我像疯女人吗？不像。那你咒我干嘛？我咒你？我怎么咒你了？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你不知道吗？那个想做太监老婆的人就是我。鬼手。知道我为什么在这等你们吗？你为什么在这等我们呀？因为再往前走就是五马镇了。这方圆几百里只有这么一个小镇，我们必须去那儿买一些吃的和喝的。对，我们到五马镇以后还能买些子弹。那是我们必经的小镇，夺马的人一定会在那儿等着我们的，所以肯定会有危险，我们一定要小心呀。我怎么就那么笨呢？我就没看出来。你笨吗？你如果笨的话，就不会有两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天天跟着你了。我还有人大老远的跑回来找你。你在说我吗？对，我就是说你啊。鬼手，你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回不回来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啊。赵继珠对我说，你就是那个救马的白袍人，你是吗？你看我像吗？我看你才不像呢，你哪有那么厉害呀？白袍人神出鬼没的，你才不是呢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再吵了，咱们赶紧赶路吧。我们就赶快往五马镇赶，一进去就马上找个地方吃些东西，补上足够的马料。我们还要带足了干粮和水。风筝和金爷会不会已经到了呢？快走吧。终于看到五马镇了，总算看到一个有人烟的地方了。风车，你一天都没说话了，你是不是在想风筝和金袋子呀？想也没用，没准他们走了另外一条路，在咱们前头已经先进五马镇了。那天他们是不是进了五等谷啊？我记得那天金爷刚进了五等谷不久，远处就传来枪响，我姐姐就把宝儿托付给我，然后他就进五等谷去找金爷去了。他们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啊？鬼手，你这话要是让金爷听到了，他会骂你是乌鸦嘴。哎，你对我说话不能小声点吗？你记着，鬼手，等过了五马镇，过不了几天就要到黄河边了。你好像不太欢迎我跟你们同路啊。那你现在就可以走啊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刘和，这不是在天桥唱戏那个鬼手吗？这大冷天的，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？也来夺汗血马来了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嗯，刘开，嘿，哎呀，小太监打扮的跟男子汉似的啊！嘿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哎，还长着小胡子，没淹干净是不啊？上次在吴东谷，我们就放了你一马。徐宝盘，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们？我怎么老跟着你？那你不说说，他怎么老跟着你呀？啊？哎，哎，哎呦喂！我说，嘿，我怎么越看你越像一个人儿啊？啊？没错。他就是那白袍人，你少废话，你看出来又怎么样？哼，就按你说的，既然鬼手就是白袍人，那你还敢抢马吗？白袍人既然能从马大帅的军营里把汗血宝马抢出来，他就一定能够把汗血宝马送回他该去的地方。嘿，好，几天不见。小太监说话有板有眼的了，行，有两下。我今儿不是来抢马的，我今儿啊是来给你们送药的。记住，我这药方里都写得清清楚楚，今儿吃什么，明儿吃什么，什么是早上吃，什么是晚上吃，你们记住了。要是下次我再见到你们，马还是这样，我可跟你们没完。不过我再告诉你一句，啊，这五马镇可不是好进的，你们当心着点吧。咱们后会有期，回见。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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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。风车怎么还没回来？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有魏老板在他身边，不会有事儿的。他怎么不吃面啊？他要是没走，这碗面还会留下吗？这跟面有什么关系？你想啊，饿着肚子去办事儿的人，他一定是去办急事儿了。有什么急事儿呢？现在最能让风车着急的事儿会是什么呢？去宝盘。姑娘，你买什么家事啊？请问魏老板在吗？死了。死了？找他什么事儿啊？既然魏老板已经死了，嗯，那就没事了。姑娘留步。
魏老板怎么在你手里啊？多年前有个叫布无凤的人，在你们这儿买了一匹会开枪的黑马，对吗？对呀。那几年前有个叫套爷的人，在你们这儿也买了一匹会开枪的黑马，对吗？嗯。这两匹黑马都叫魏老板，是吗？是啊。那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们二位也叫魏老板了。这是套爷的那匹马，这么说是套爷让你来的？套爷是我爷爷，我爷爷已经死了。那布无凤不是还活着呢吗？布先生也死了，布先生的魏老板跟着他一块儿死了。很好，你没说假话，不然的话，这会儿你已经做鬼去了。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是这样，我在魏老板的皮鞍上看到一个火印，火印上写着“魏记铁铺”四个字。天下魏记铁铺那么多，你怎么会找到这个镇子上来了？啊，这个镇子不是叫五马镇吗？那会开枪的马不是五马吗？所以找到了五马镇，就找到了魏记铁铺。就看见你们俩了，这是让你给蒙上了。这个镇子外面不是有座山叫仙人山吗？我想应该是仙人指路吧。魏老板的这支枪经过这么一改装，他就能连发九颗子弹了。不瞒你们二位，其实我这次来就是来给他配子弹的。你是说要开打了？嗯，自从把汗血马带出京城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这一路上免不了要费许多子弹的。这么说，你在五马镇也遇上了麻烦吧？嗯，那好吧，既然是急事，我也不耽误你，子弹会给你配齐的，明天晚上你过来取。那谢谢二位了，我明天一定按时来取子弹。慢走，慢走，姑娘。多谢二位了。哎，走啊！哎，走。风车，你去哪儿了？让我们担心死了，你怎么不说一声啊？你肯定有什么事情，一直瞒着我们，对吗？我瞒你什么了？我真的搬私事去了。都什么时候了还斗嘴，曲宝盘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好了，曲宝盘已经盯上我们了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你也算是个男人了吧，这话该问你啊。那我说，趁曲宝盘还没有动手，我们带着宝儿马上离开五马镇。现在离开你不觉得晚了吗？晚了？你回头看看谁在后面。你们在这等着我。你干什么去？在这等着我。鬼手，你要听我指挥。风车，看来你信不过他呀。自从我爷爷和布先生死了以后，我就觉得周围的任何人都可能对汗血马造成威胁。是啊，风车，你能这么想是对的，
要不然你是送不回汗血宝马的。待会儿他要真把马交出去，你就开枪，记住你不要打偏了，汗血马听到枪声以后他会跑的。可是我看得出来，其实你心里也不相信赵细竹会出卖汗血宝马的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现在人心难测，我和他毕竟还不是生死之交。可是你已经想嫁给他了呀。我那是开玩笑的，不过做个太监老婆也挺好的，至少我不用为生孩子受苦了。现在你马上就会知道你和他是不是生死之交了。宝儿别害怕，有我赵细竹呢。宝儿没事的。他们都是坏人，他们是想把你抢走，别怕，我不允许。你们是谁？我知道，你们都是曲王爷雇来的人。我还知道，你们来不为别的事情，就是为了夺这匹汗血宝马。我更知道，我要把汗血马交给你们，你们就可以交差了。没错。你很聪明，知道事到如今，只有送上汗血宝马才能活命。你们听说过一个鸟窝的故事吗？请讲。从前有一个鸟窝，里面有小鸟。直到有一天，那只小鸟突然死了。老鸟回来喂食的时候，一怒之下，就把鸟窝从树枝上推了下去。知道吗？那鸟窝掉在地上，就不再是鸟窝了，而是变成了一堆柴火。如果我让汗血宝马像那只小鸟那样死去，把我自己当成是归巢的老鸟，我就会在一怒之下把你们从树顶上都扔下去。这话对吗？少废话，把马交出来。你们都别动，你们要再向前走一步的话，马一定会死。小子，你不敢杀马。你们信不信我一动手的话，什么都完了，马一死人也要死，你们还不赶快离开。朋友，要想保命最好不要乱来。你们先走。再把马杀了，我们就没法交差了。行了，算了算了，这个二姨子你笨死了。这算什么呀？这个，我告诉你，这一路上我十九回拔刀对你喉咙。哼，不是十九回，是十八回。你知道啊你。
可是您不敢呀。我怎么就不敢呢？我，赵小爷，每回您拔出刀子对人脖子的时候，您也在想，是不是也有一把刀子对着您的脖子，而且随时会杀了您？嗯，你？就你这双女人的手，就你还想杀我？哎呦，你真要把我给乐死了！你这是，跳跳爷，不是我这双手，是您自己的那双手。我杀我自己？哎呦，你真让我乐死了！你，我干嘛要杀我自己呀？我这，您可能都不记得了，在您睡着的时候，总会取出一把刀来削木头，削完了又重新睡下。我。那是夜游，我跳的也可没那毛病，我跟你说。是吗？那您看看这些木头棍儿，是您跳跳爷自己削的吗？如此说来，我跳跳爷半夜的时候还干凌迟人的活儿。跳跳爷，您干什么事儿，这跟我没关系。但您只需要记住一句话：如果你再敢跟窦爷说一句难听的话，下回您削的可能就不是这木头了，很有可能。是您自己的脖子。过了过了，再试一次。来，叫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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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歇会儿，歇会儿。跳跳爷，嗯，您知道鬼手去哪儿了吗？当然知道了。他呀，现在可能正和汗血宝马在一块儿，等着机会下手呢。那您怎么看起来这么着急呀？我告诉你，豆壳，你小子。几天没见着鬼手，你心里有什么动静，我都知道。跳跳爷，那边五个骑马的黑衣人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不知道。您会不知道？那他们为什么总跟着我们的马车？他们可能是看中了咱们的马车，想打劫吧。我没和你开玩笑。你知道马大帅吗？说下去。这是马大帅的人。这么说，你是替马大帅干活？我和马大帅有一个寻找汗血宝马的生死约。那这五个人就是来监督你履行你和马大帅的生死约的。算是吧。如果你找不到汗血马，或者找到汗血马而不交给马大帅的话，那五个人就会杀了你。也算是吧。所以你没有选择，只能去找。豆壳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小命和我跳跳爷是拴在一个马桩上的，我要找不到汗血宝马，你也得死。那我要是现在就走呢？你死得更快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了马大帅的秘密。哦。哈哈哈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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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喽。你回来了。哎。哎。回来了。金袋子把风筝带走了吧？看来你早知道从金袋子手里换不到汗血马，所以就把风筝放了，然后再跟着他们，直到找到汗血马为止。是这样吧？是的。我虽然是个军火商，可我从来没杀过人。如果谁想杀他们，说句心里话，我希望能有人出来阻拦。阻拦？那这个人是谁呀？就是你。是我？因为你是军人，你有能力这么做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想问问你，你想得到汗血宝马到底是为什么？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对。没想到吧？去，你别告诉我，今天你又是来送药的吧？不，今儿不送药了。我今儿来是要告诉你，这汗血马在你们手里，我不放心。你看看，让你们弄成的那个样，我今天来就是想把它拉回去，好好的调养调养它。怎么样？啊？回见。你别想把我们的马拉走，我知道你是马郎中。怎么了？你少在这假惺惺的，我知道你就是想要我们的汗血马。你说的没错，弟兄们，出来！秦王爷，我鬼手可不管你们要争什么马，我也不想管你们是怎么样厮杀的，我鬼手只是想离开这儿。可我知道，我只有用枪顶住马脖子才能走得了。赵西竹没敢用枪把马打死，那是他心不狠。可是我不一样，我是个演木偶戏的，手上玩的就是刀枪的活。为了活命，我可以把马打死，你懂吗？鬼手啊！对了，白袍人，你别给我来这套了。我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，你以为骗得了我这几个弟兄？还骗得了我屈王爷？嘿，行啊，打呀，啊，打呀！喂，姓屈的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只不过是想把我们的马送回家，到底招谁惹谁了？你这一路上老是这么纠缠不清的，你怎么那么讨厌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说什么也不会让你把马牵走的。那行啊，那你就等着死吧。听见没有，小太监，把马给我牵过来。屈宝盘，你说的没错，
但是我告诉你，我赵细竹不怕死。以前我们赌的是马，现在赌的可是我赵细竹的命。我答应过索大人，人在马在，人亡马亡。你要是不信，就往前走一步试试。今天死的不单是汗血马，还有我赵细竹。来呀，你来呀！小太监，原来以为啊，我这一路上最大的绊脚石是白袍人，可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。行，算你小子狠，今儿爷再放你一马。江东去，千秋万代。